李小璐微博截图，还有网友推测李小璐的这张自拍仿佛是两个人 P 成了一个人。有细心网友找出 Popo 的手，发现图片十分相似。近日网曝李小璐夜宿 Popo 家，而老公贾乃亮不知情，还称其去弄头发了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昨日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，两人亲密合唱大破传闻，但今日又有网友发现12月23日的李小璐曾发出一张自拍，被眼尖网友怀疑是与Popo亲密合影后故意 P 掉，还配文我有一个小甜心。还有网友推测李小璐的这张自拍仿佛是两个人 P 成了一个人。有细心网友找出Popo的手，发现图片中的左手十分相似，网友表示这操作太厉害了，真心第一次看到，原来还能这样玩。